在美国的华人迎接耶诞，全家团圆少不了一份精美好礼，表情达意的可贵。因此呢，这个东森特卖会呢，延续了这一份感恩的心。这个礼拜特别推出最适合送给全家人的好礼，方便这个华人家庭啊，还有健康、美丽两者都可以兼顾。打出耶诞好礼就在东森特卖会，两大美女现身荧幕前，热情分享亲身经历。因为来自纽西兰的黑醋栗不只保护眼睛健康，独特高浓度的天然成分还能增强体力，更棒的是只要短短几分钟，身体就能感觉到。我们的 Vision Sparkle 15分钟进入到你的体内，从内而外，而且呢可以帮助你的眼睛、大脑和心脏的问题，15分钟就可以见效哦。有健康的身体，更要活得美丽精彩。台湾热门商品 HNC 光疗美甲套组首次与东森特卖会合作进军美国市场，不止成分无毒又环保，且是全美最低价，超级好康大放送，别处找不到。很多人想说，光疗没有毒吗？跟指甲油不一样吗？对，像我的指甲，因为常常就爱做菜，所以我指甲常常会断裂，那我就用光疗来保护我的指甲，等于是我的指甲呢上面穿了一层保护。它就比较不容易断裂，而且呢，这些都是已经经过认证，绝对是无毒环保的。强调健康、美丽可以两者兼顾，两款独家精美好礼 ，Vision Sparkle 闪瞳与 HNC 光疗美甲套组，限时限量，展现青春靓丽，更值得血拼。观众查询更多讯息，请上东森美洲台官网。东森新闻魏宽、用智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